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，外交战线按照党中央的部署紧急行动，在战火纷飞中迅速地将5200多名同胞安全地从乌克兰撤离。考虑到当前乌克兰的安全形势，中国驻乌克兰使馆正在组织我们的同胞的撤离行动。在此啊，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再次提醒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民，务必加强安全防范和应对准备，尽快同驻乌克兰使馆建立联系，尽快从乌克兰撤离转移。